再成就要花点心机，几多变化要风浪飘忽，天气莫退避，要争气就可享受福气，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，人生总会有悲有喜，你我要珍惜永伴随，别要分离，携手振翅高飞，人面对风多心中少不免震震震震震，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，忍忍忍忍忍，团结就会破浪成风，蹦蹦蹦蹦蹦，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，噔噔噔噔噔，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震震震震震，人生起跌似戏一场，噔噔噔噔噔，团结就会接我下班，不用了，免得让人家看见嘛。还是老地方等我吧。可是我想早点看见你嘛。喂喂喂，你们两个够了吧？知不知道人家多恶心啊？你们两个也真是的，所有的人都知道你们两个在拍拖，还这么鬼鬼祟祟的通电话。妈啊，那我们习惯了嘛。是啊，虽然我们是光明正大的，可不知道为什么还像以前那样偷偷摸摸好一点。嘿，这就叫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对不对？喂，那倒是啊，有的人啊，不管自己家里的老婆多漂亮也好，硬是觉得隔壁的饭香。你是不是很想去隔壁吃饭啊？不是，不管怎么说都好，我们决定了，就像以前那样。嗯，别理他们，继续聊。喂喂，是不是死不悔改，天理难容啊？不，舅舅，虽然他们俩是有点傻，可是你也不用这么大反应吧？就是啊，又不关你的事，你管好你的 OK 姐吧。我当然无所谓了，可是也要顾及他人的感受啊。喂，怎么了？阿美啊，我们四大美人里我已经结婚了，阿日和 OK 姐呢也在拍拖，就剩下你了。哎，是是，哎，有什么好介绍啊？可不是，好朋友一场，别只顾着自己拍拖，有好的男生给阿美介绍介绍。哎，是。妈妈，喂，阿美啊，你喜欢什么类型的？慈姑帮你留一下。什么类型的没关系，没问题啊。所谓骑驴找马，收田没人耕，耕了有人抢，到时候再挑选。也就是任何雄性动物都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行不行啊？说什么？你们不是说我吧？哎，当然不行，胡说八道。来来，坐坐。吃什么？啊，慈姑，早餐 A， 餐饮要热柠蜜，谢谢。好。阿美，来。行不行？被房东太太逼迁啊。啊？怎么会呢？陈太太那么好，她买房子也是想收租养老，一定不会逼你走的。不是逼我走啊，是逼骰子走啊。哦，她说租约上写着呢，她那里跟公屋一样，不许养宠物，知道的话马上搬走。那怎么办呢？没办法了，就拿着公司暂时先养着喽。你就这样把骰子放在这里呀？你，哎呀，你用这么小的盒子装着它，你想闷死它？你摆明了虐畜啊！不是虐畜啊，我找遍了全家，最大就是这个盒子了。我一下班就去买一个大一点的盒子给它当新居。如果你有空就陪我一起去买。行行行，没问题没问题。哎呀，糟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盒子太小了，弄得他害怕了，你看他浑身发抖啊。是啊，直哆嗦。听人家说呢，玉啊可以压金的。骰子现在多大了？我猜两岁吧。两岁，今年犯太岁，应该呢带玉鸡。哎，我有啊，先把我这个给他，带上他呢就可以给他压金，还可以压太岁。来，阿美，你真是又细心又有爱心，难怪让人心动啊。什么？没什么。Elvin。喂，阿美，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晚上？哎呀，我今天晚上呢约了。吃午饭找你好不好 ？OK。OK， 一会儿见。拜拜。等等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好，阿美。哎，我正想找你啊。找我干什么？我有东西给你。哇，好可爱啊。可爱吧？是限量版，我好不容易才买到的。哎，你到了，我待会来找你啊。OK， 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早。阿美。哎 ，Kelvin， 你不是在十六楼吗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哇，这花好漂亮哦。是啊，我特地拿给你的。哦。还有这盒巧克力。哇，你真有心思啊。啊，阿美啊，嗯，你晚上有没有空啊？又是今天晚上。是啊，求求你了。啊，好吧好吧，那我先回去上班了。OK， 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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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阿贵，我看我今天呢知道了，
我知道你今天晚上没空，陪我去给骰子买新居，我自己去。啊，你买了新居之后呢，我们庆祝乔迁之喜。不用了，你这么忙，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空。我有空，有空，拜拜。哎，地上有金子。哪有金子？有你不捡？看你这德行，有金子也捡不着了。说，是钱还是女人？什么钱还是女人？男人烦呢，不外乎是为了两件事：你每个月的钱不够用，还不是为钱烦？哦，感情烦恼。什么感情烦恼啊？你真是的，阿日跟尔康已经在一起了，你还不死心，想跟他抢？喂，这样我很为难的，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。我对阿日没什么呢，是我是对阿日有点好感，这都怪你啊！要不是你在旁边煽动的话，我怎么会动感情啊？哎，是我不好。哎，可这次我没煽动啊。没煽动吗？是你自己动情了吧？嗯，我看我这次真的喜欢一个人了。谁？我认识吗？没，不能告诉你，你会坏大事。喂喂喂，我想帮你忙。不能帮啊，那个人呢，很受欢迎，尤其是男同事。男同事？哎、那公司的人，弟弟。不是。苏哥。不是，别瞎猜了。不猜不猜，肚子打鼓了，先吃饭吧。喂喂喂，啊！这家的面条好吃，去试试。28号两位，哎，这里啊，里面请。哇，这么多人排队，不要钱、啊？做的好吃，客人就多了。小兄弟，哎，到。哎，现在订两个位子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不知道，能等就等，不能等就走吧。29号一位。啊，这里，谢谢。啊，里面请。哦，来光顾还要受你气，什么态度？走，不在这儿吃。哎，别走别走，这家的面条有口感。这家的伙计难忍。哎，这家吧。喂，来两位。喂，两位啊！哎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，哎，坐坐坐啊！两位先喝杯茶。哎，好，两张湿毛巾啊！哎，好，哎，消毒的啊！哎，大哥有什么好介绍？哎，当然是馄饨面了，我们这里的馄饨最好吃了。哎，来两碗。哎，好。哎，送菜吗？送，再送你两杯豆浆。谢了啊！快点啊！坐一会儿，坐一会儿啊！马上来啊！啊，这家没什么客人呢，就是喜欢他这样才好嘛，像刚才那家那样，人又多，态度又不好，好像求他似的。那这家就不同了。没什么客人吗？一有客人进来，吼，把你当活神仙一样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两碗馄饨面。哇，来来来来来，肚子好饿。喂，你看这馄饨个真大。是啊，那追女生呢，就跟吃馄饨面一样，也要找个大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要追女生呢，也不能追从早到晚被男人缠着的，浪费弹药。就算让你追到了，那种女生也让人惯坏了，很难伺候的。哎，话也说回来了，是真的。追女生呢，就像去吃饭一样，一定要选那些没什么人追的，只要她知道你追她的话，哦，她不立刻马上就答应你，命中率也高得多啊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选爱因斯坦没？知道。你知道，外面很少这么快有反应的啊。因为我问过 OK 姐了，她的答案跟你差不多。哎喂，你看我这碗里是不是好像有蟑螂啊？是啊。哎，又要招呼好。又要容易找位子，那么容易，当然要付出代价了。哼，就拿我跟爱因斯坦来说吧，其实他也狐臭，那是臭为人了。吃吧，兄弟。喂，你碗里也有一只，那没死呢，还到处乱爬。阿贵呀，你快一点，不然那个万贵妃回来又说你的梯子放在路中间了。他骂我就不用说了，还会给我出警告信的。你不要催我了，你们安灯的时候啊。电线接的不好，光管很容易坏的。我现在把电线再重新安装一次，那光管呢就没那么容易坏了。哎，把新光管递给我。谢谢啊。啊，很快啊，别催啊。哎。好，行了。谢谢你。阿美，不是百合吗？啊，百合去洗手间了。喂，对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昨天呢不能陪你去给骰子买新居。哦，不要紧。哎，喂，怎么样？新居怎么样？大不大？漂不漂亮？骰子它旧的舒不舒服？哎呀，突然间很想骰子。你晚上有没有空啊？我想去看看它。今晚我没空。那明天呢？明晚我也没空，改天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旭哥，啊，正好你说插座坏了在哪儿？哎，在那儿啊。哎，还有啊，阿贵啊，那个开关有点坏，帮我看看。不好意思，阿贝，我修好再说。啊，不着急。阿美，这三个一看见就恶心。怎么样，阿美，现在有没有空啊？美美啊，你觉不觉得呢自己很受欢迎呢？简直让人嫉妒啊。你以为他们三个是特地来找我的吗？ Elba， 你的 CD 机赠品呢，我给你包得漂亮极了，保证你女朋友收到一定很开心的。谢谢你，阿美。Billy 啊，你的毛娃娃不是有点脱线了吗？我给你缝好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哇，这是天衣无缝啊！我跟我女朋友说我买了一个新的。Kelvin， 你的花还有巧克力呢，我已经把它们连成一体，保证你女朋友收到一定会甜在心里。阿美啊，你简直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来谢谢你。喂，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吧，中午一起吃饭好不好？喂，三位女士，有没有兴趣一起啊？是啊。阿美啊，你去定位子。哦，一会儿见。谢谢。哦，他们三个不是想追阿美，是想让阿美帮他们追女生。哎呀，那阿美岂不是阿锦所说的冷门？阿美啊，你饱了吗？不要跟我们客气啊！哇，够了！你们叫这么多，叫你们破费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应该的。你是好朋友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去洗手间了。忘了带卫生纸。哎，不如喝甜汤好不好？嗯，不喝了。不喝？你每次都喝双份的。我们三朵小花不想喝了，心里难受。喂，你们三个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们这三个坏蛋啊！当初呢，想介绍你们跟阿美认识呢，是想让你们觉得阿美她很好，你们可以追她。没想到你们不止不追她，还利用她帮你们换信用卡礼物啊，啊，补毛娃娃，给女朋友包巧克力，简直把她当女用。岂止啊！你们三个人呢，请吃饭都要三个人一起请啊！你们还是不是人啊？其实阿美有什么不好啊？她人又好又会做饭。嗯，那可不是，我家里已经有个费用了，我想不用了吧？喂，这怎么一样？你的费用啊，有没有这么勤快？有没有这么有责任心呢、啊？哎，要不是学出员工选举，喂，老实说，她长得也不是很差，你有没有注意她的身材啊？多好啊，比得上我没生的时候。是不是啊？可惜她那个人太呆板了，说话又没立场，没有性格。是啊，一问他就说随便啦，无所谓啦，没主见呢。哎，要是娶了她，真是什么人生乐趣都没喽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想找人吵架也不容易。是，是真的，阿美她真的是很呆板啊，我啊最怕跟她单独逛街。哦，那倒是啊，我上次呢陪她去报名学日文，我只上了三堂课就闷得很快就想走了，我连学费都亏掉了。那她一直都是这么近的，基本上啊她有没有上班也没人知道。你们不也一样？还说我们？你们放弃吧，阿美这种女生呢，你们给她介绍男生呢也是白费心思。不过呢，她也不算那么差呀。如果她的要求不是很高呢，就算再丑啊，也会有人要的啊。是啊，她那个人这么呆板，注定要当老姑娘了。你们三个还是凑够钱给她买一间姑婆屋吧。哇！哎呀，哎呀！啊！你说不过我，你还想动我？哎，你个臭娘们，我看你是诚心想害我，趁我病要我命啊！喂，爸爸妈妈，哎呀，你们两个又吵什么呢？哎呀，你这个老妈啊，她真可恶啊！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诚心害我，知道我上火了啊，带我去吃这什么羊腩，哎呀，害得我吃完以后这喉咙就像火山爆发呀，我哑了。那是你虚，我从来没见过男人吃几块羊腩喉咙就弄成这样子。哼，你看你虚成这个样子，很快就要进棺材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臭娘们啊，你这么咒你老公啊？我怎么咒你了？你以为我想你死吗？你死了以后啊，我跟阿美两个人多惨啊，你两条腿那么一蹬，这房子啊就给你弟弟了。哈，我无所谓啊，到时候我最多再改嫁了。那阿美怎么办？让她露宿街头啊？哎，你个臭娘们，你真是的啊！哎，你好狠的心呐、啊！老公还没死，你想改嫁人，这话你都说得出口、啊哎、好了，我也是为了阿美的将来着想，她无依无靠，我肯定是养不起她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想个办法让你弟弟比你先死，哎，他死了的你什么时候死也没关系喽。哎，你说来说去就想咒我死是不是啊？我知道啊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要死我一定拿你当垫背的啊！我跟你同归于尽，我告什么事啊？我跟你同归于尽啊！你以为我不敢 啊？要害我都无所谓。骰子，你真幸福啊，有这么多人疼你，我就惨了。你不会像我这样。有个天天咒你爸爸死的妈妈，有个天天跟你妈妈吵架的爸爸，你一出现啊，大家一看到你都开心的大叫大喊的，而我有没有出现也不会有人留意。哎，其实自己心里明白，难道啊真的要找一个猪八戒配我这个丑女人吗？何必害人害己呢？对吧？阿美，阿贵，骰子，你看我给你抓了什么？蚂蚱，那，哎，慢慢吃啊。阿美啊，你真的很疼骰子，你看看，你给他戴上浴巾以后呢，他整个人都，不对，
应该是蜥蜴它安定下来了。阿贵啊，嗯，其实有的时候呢，我在想，将来我老了，一定是无依无靠，会很寂寞的。不会，你怎么会寂寞呢？会，所以我计划好了，一定要找一个伴儿。哎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你也不小了，是应该找个伴儿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肯了？肯。你真的肯把骰子送给我，做我的伴儿啊？骰子啊？当然了，我觉得最适合当我的伴儿呢，就是骰子了。阿美啊，嗯，你想买房子吗？想是想。喂，现在买好啊，买房子呢有很多东西送，又送家具又送电器啊。哎，玉露，那我跟你合伙买房子吧。哎，你有病啊，要合伙买房子我也跟我老公合。那可不是，玉露要不是嫁给我呢，还以为你们俩是同性恋呢。哎，你以为我想跟别人合伙吗？但是我的工作已经几年没有家了，就算我付了首期啊，也供不起哦。喂，新来的杂志看看吧。百合，我们合伙买房子吧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有病就吃药吧。我有老公啊，还有四个女儿呢，你送房子我还差不多。 OK 姐，你还没有结婚，啊，也没有孩子，我们一起合伙买房子吧。我是没结婚，可是我已经有房子了。最重要是他现在有了我，要合伙也跟我合伙。嗯嗯嗯。 Sugar， 我们一起买房子吧。美美呀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你忘记了？陈五哥啊，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伙？要合伙也跟他合伙。那倒是。哎，我有了权哥了，而且，啊，哪有两个女人合伙买房子那么笨的？这不是摆明了咒自己将来嫁不出去，这多不吉利啊！呸。那倒是啊，那如果呢，谁这么走运呢，突然之间嫁出去了，那房子怎么分呢？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尔康，阿美，听我说 ，I have today， 我也有今日了，我怎么会和你合伙买房子呢？啊？可惜我自己没那么多钱买房子，哎，没人愿意跟我一起买。我？哎，你不介意的话，我跟你一起买。你？当然介意了，别玩了。我不是玩。你还说不是玩？你跟阿美非亲非故，你凭什么跟他合伙买房子？可不是吗？你的工资啊比他的还少，两个穷光蛋在一起怎么会有好结果？可不是，买房子这可不是开玩笑啊。其实呢，你别买这么俗的东西，买点新的，准生价，买灵位。哎呀，不好听呀！哎，你说来听听啊，百合啊。你们拉我进来干什么呀？我们知道你有个梦想，想买房子吗？可不是嘛，我们四大美人金兰姐妹，你有事啊，一定会帮你。正是姐妹同心，其利断金呢。啊，你们肯和我一起合伙买房子了？是，差不多。那是什么？也就是我们差不多替你付首期了。哎呀，原来你们三个对我这么好。我们是好姐妹吗？你拿着吧。这是什么？是我们替你付的首期。将军澳呢有个新楼盘在大抽奖，只要在那个商场里面消费集齐衣食住行四个印花，那就可以抽奖了。头奖洋房一层啊！阿美啊，衣住行的印花呢全都帮你集齐了，就差十了。你去吃东西呢就可以参加大抽奖了，是不是替你付了首期一样啊？嗯，是啊是啊。嗯。你受不受得了啊？不如算了，好不好？我不行，一定要吃完它，不能半途而废的。你吃了六杯了，我还差四杯啊，就吃十杯了，我可以换一个印花了。今天天气很冷啊，气象台说只有八度，你这么吃，要不就冻死，要不就拉肚子拉死。这样吧，你要吃，我陪你去吃火锅。别妨碍我了，要吃冰淇淋才可以换印花，吃火锅没用。你这么吃，早晚会吃病的。哎呀，没办法了。为了要实现我一房一蜥蜴的终身大计，付出一点努力也是在所难免的了。大不了我帮你吃吧。谢谢你啊，终于存够四个樱花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肚子痛啊。叫你不要吃这么多冰淇淋了，快点去洗手间吧。快点替我寄了他，谢谢你。
怎么了，骰子？这盒饭你不能吃，吃菜吧？也不吃啊？是不是不想吃啊？跟我一样是不是？你教教我吧。哎，如果我真帮他寄了这封信的话，万一真的抽中，他一定会实行他那个一人一房一蜥蜴的养老计划，到时候叫我怎么办？没门了。你也好不到哪去，他真抽中的话，你这辈子也别想娶老婆，你就孤独终老吧。要说起来，整件事我也不算太自私，我也不是只为我自己着想，我也是替你着想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干脆不替他寄，让他不能抽奖。整件事我这么做就是毁了一半，还有一半的计划要靠你了，骰子。对不起，也要这么做了。来，骰子，你刚才吃饱了吗？吃饱了就上路吧。记住啊，以后没人在你身边，你自己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还有啊，你不要怪我，我这么做呢，也是为大家好。我现在放你走，你走吧，不要再回来，不然就麻烦了，知不知道？乖。要不要这么大反应啊 ？Sorry。我不记得，要不要这么大反应啊？可不是嘛，你又很漂亮，很漂亮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，我是说你呀、啊，要追女生的话呢，也不要追那些从早到晚有狗，让公狗。哇！哎，我错，可是这次我没煽动啊，那就是说自己栽了啊。煽情动情，哎呀，我栽了。